大家好，我是黄婉琪。区议会选举地方选区投票率27.54%，超过119万选民投票。头一个选区去到朝早6点半过后公布点票结果，全部结果就要去到朝早大约8点钟先至完全公布。至于新增的地区委员会界别176个议席入面，民建联攞到68席，成为大赢家。